《迦南诗歌》第793首，灵魂在呼唤，灵魂在呼唤，翘首望天边，庄稼发白，禾场一片片，我的战友，我的弟兄，我们手拉手，一同往前行。三月的春风摇响了风铃，我们的心也被神的灵感动，新的疆土，我们要撒种，大山的根基已经被摇动。我的战友，我的弟兄，前方的路灿烂光明，万军之神已发出命令，我们一同去完成大使命。灵魂在呼唤，翘首望天边，庄稼发白，禾场一片片。我的战友，我的弟兄，我们手拉手，一同往前行。让我们一起读圣经。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五节。然而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。他是我的兄弟，与我一同做工，一同当兵，是你们所差遣的，也是供给我需用的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。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迦南之音。三月的春风摇响了风铃，春回大地，万物苏醒，正是踏青郊游的好季节。可是神的仆人却没有时间去享受这美好的春色，因为我们的心被神的灵感动，看到禾场广大，待收割的庄稼已成熟。主题：传福音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是万军之神，你已向我们发出命令，我们要一同去完成大使命。